三五好友聊天好去处，茉莉轻食，咖啡下午茶，店内装潢有浓浓的乡村风氛围，且不同座位都藏有着小巧思。味道层次丰富的熏鲑鱼沙拉，有着浓郁香气的野菇清炒意大利面，伯爵珍珠厚松饼由蛋糕体混合伯爵红茶制作而成，搭配当季的大湖草莓的草莓舒芙蕾松饼，营养满分地瓜鲜奶很有饱足感，添加当季水果的花精灵水果茶，牛仔爱喝牛奶拿铁咖啡超级香醇，午后时光就来茉莉轻食咖啡下午茶。还想知道更多美食旅游的资讯吗？那别忘记订阅台湾旅行趣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哦。